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国农村吹来了改革的春风。生产队的解体，包产到户的确立，让农村忽如一日春风来，农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的主人。砥砺一生，真那乾坤呐、大道土豪和烈神呐、往日穷人爱山村呐、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呐、创作于土地革命时期的《农友歌》，在农民获得了土地翻身做主人之后的30年，再次被人们热情地传唱。30年前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发起了包产到户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。80年上月解体之后，国家政策改变了，包产到户。从明代起就开始流传的凤阳花鼓，曾经是凤阳农民四方乞讨的一种手段，而包产到户政策使小岗人在一年时间就告别了饥饿。80年代初期，人们再次唱起了凤阳花鼓，而这一次，凤阳花鼓成为了凤阳人的骄傲。家做主人，人们喜气又洋洋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锵。